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也就是4月27日，被人们期待已久的朝韩首脑会谈呢，如期在板门店举行，成为了今天头号的国际新闻了。这次会谈一开始就表现出来一种叫做和平友好的气氛了。金正恩和文在寅热烈拥抱，这些呢都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举动了。当金正恩他穿越了38线来到韩国一侧的时候啊，文在寅就问金正恩说：“你已经越过军事分界线了，我什么时候可以越过军事分界线呢？”金正恩倒是痛快地回答说：“现在就过吧。”于是呢，他就拉着文在寅的手，两个人一同就跨越了军事分界线，进入了北朝鲜的一侧。这一次会谈啊，可以说是比较顺利的。双方经过一天会谈之后，就签署和发表了板门店宣言，一共9条，但其中有3条啊是最重要的。第一条是争取在今年年内宣布结束战争状态；第二条是努力促成朝美韩三方会谈，或者说朝美韩中四方会谈；第三条啊，就是说完全放弃核武器，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我们先看第一条，争取在今年年内宣布结束战争状态。之所以会有这么一条啊，它是因为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一到1953年呢，签订了停战协定。但这个停战协定啊，它是一个双方停止战斗的协定，并不是一个双方终止战争的一个和平协定。所以说，在理论上呢，朝鲜战争现在仍然是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呢，它才会有这个朝韩双方啊宣布今年要结束这个战争状态这么一个事情。但是呢，当年啊1953年签订停战协定的时候，不仅是朝鲜和韩国了，还有美国和中国这两个直接参战国。所以呢，现在如果你要是宣布结束朝鲜战争的话，那按理说啊，美国和中国它也都应该参与这件事情了，也都是说应该有4国我们来同时宣布结束战争这件事情。可是这个时候啊，就有问题出来了。这就是板门店宣言的第二条重要内容，它就是促成朝韩美三方会谈或者朝韩美中四方会谈。现在我们按照板门店宣言的这个语气啊，如果是朝韩美三方会谈，那肯定是要举行的嘛。那么中国是不是要参加会谈呢？它里面来一个"或许"这个字，也就是说中国或许会，或许不会。如果我们从中国的本意来说，他肯定是愿意参加会谈的嘛，因为中国在朝鲜战争中他付出了大量的牺牲，那么你在最后宣布结束战争的时候，理应中国方面是应该参加的。可是呢，这一次中国能否参加这个会谈啊，却不是中国自己可以决定得了的，它是取决于北朝鲜的金正恩的意思。如果说朝鲜方面你说提出要求中国也参加，那么美国和韩国他也不会反对了。可是如果朝鲜没有提出要求中国参加，那么美国和韩国他也不会邀请中国了。因为谈判这样的事情啊，是参与的国家越少越好，你多一个国家，他就会多一个要求，少一个国家嘛，他就会少一个要求嘛。如果中国他参加会谈的话，那中国肯定会提出自己的要求了，不可能什么要求都没有了。那么从美国和韩国的角度来看，那中国不参加是更好的嘛，他就不用增加考虑中国方面的要求了嘛。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中国是否能够参加会谈，反而是要看金正恩的意思了。如果金正恩他不邀请中国，那么朝鲜、韩国、美国三方的这个谈判啊，就可以我们三方谈结束战争了，那就把中国可以说叫做冷落到一边去了。这样一来，中国的面子肯定是丢大了嘛。当然了，这些呢，最后就要看金正恩最后怎么决定。但是如果我们从目前的迹象来看呢，中国被排除在外啊，就是他们搞一个三方会谈，这个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因为金正恩这一次跟美国直接谈判，他的会谈地点啊，他基本上排除了在北京举行的可能性。这就是意味着啊，金正恩他不想中国来介入这个朝鲜问题，他要绕过中国，直接和美国谈。政治界有一句话，他就说啊，你玩得好，别人是你的棋子；如果你玩得不好呢，你就是别人的棋子。
现在啊，金正恩呢，显然他是一个高手了，至少啊，在韩国和中国目前来看，他都是成为了金正恩的棋子了。那么，美国会不会成为金正恩的棋子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吧。最后，我们看板门店宣言里边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朝鲜完全放弃这个核武器，已经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因为这个朝鲜核武器问题啊，不仅是美国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了。所以你说朝鲜的完全弃核，当然就是指朝鲜方面它完全放弃这个核武器。那么完全弃核这句话你怎么来解释呢？按照美国川普总统的解释，完全弃核它就是意味着北朝鲜要完全销毁它的核武器。对此啊，很多人都认为啊，金正恩销毁核武器那是不可能的嘛，因为金正恩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好不容易才搞出来这个核武器，你让他销毁，那他肯定是不愿意的，他一定要坚持保留这个核武器。那么，金正恩会不会答应销毁核武器这件事呢？我想这件事啊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要考虑决定一件事情的因素啊，它不是那个死的那个物质的东西，而是活的人。现在北朝鲜他已经培养出来一批核武器和导弹专家了，他只要有这一批人才在，哪怕你是把现有的核武器给销毁了，他们还是可以很快就再制造出来的嘛。所以说呢，只要金正恩他有了造核武器的人才，他就什么都不怕，销毁的核武器我们随时可以再制造出来。二战之后啊，日本和德国这两个被炸成废墟的战败国，它的经济反而恢复得很快，这个呢就验证了叫做人才第一这一个真理。虽然说当时啊，日本和德国的工厂啊、铁路、桥梁什么的基础设施，它全部都被炸掉了，但是呢，他们能够很快的重建，而且日本和德国他们都很快发展出了自己的高科技产业啊，这个就是因为他们有人才。日本战前那些设计零式战斗机的设计师，他们战后去丰田汽车改行设计汽车，他们照样可以做得很出色。所以说，金正恩他只要有造核武器的人才，他就不怕销毁核武器，他随时可以再次把这个核武器制造出来。其实大家也可以想啊，这个是问题很简单，因为你已经制造出来一次东西，你再制造一次绝不是什么难事情。在金正恩他有了这个人才，就是造核武器人才这么一个王牌情况下，他就不怕跟就是川普啊达成一个销毁核武器的协议。一旦达成这么一个协议，美国可以说是皆大欢喜，因为他就可以达到他的目的了嘛，他就可以放弃对朝鲜的制裁，甚至啊，他可以实现和朝鲜关系的正常化，建立外交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朝鲜啊，他就可以重新进入国际大家庭了。因为如果朝鲜你要想发展经济的话，那么联合国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啊，这是朝鲜发展经济的一个最起码的必要的国际环境。朝鲜他自己这一些年的经济建设的经验，以及亚洲四小龙中国的经验，都告诉了金正恩，你闭关自守发展经济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朝鲜你要想真正的发展国民经济，你必须就要融入到国际社会这个大家庭。可是现在呢，朝鲜迫于被联合国的这个制裁，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跟他搞经济贸易，朝鲜就没有办法进入国际大家庭来发展经济了。而且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跟朝鲜有经济来往，它也造成了朝鲜对中国一个严重的经济上的依赖。一旦这个朝鲜如果它销毁了核武器之后，联合国就取消了对朝鲜的制裁，那么朝鲜它就可以进入这个国际大家庭来发展它的经济。更重要的是啊，朝鲜还有韩国这么一个同民族的一个经济强国。我们都是说啊，一个民族啊，它血浓于水啊，只要没有了军事威胁，那么韩国他还是肯定愿意帮助北朝鲜来发展经济的。所以说，朝鲜有韩国这样的同胞帮忙啊，他发展经济啊，可以说还是比较看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鲜放弃核武器，朝鲜本身是一个受益者，韩国是受益者，美国也是受益者，唯一的非受益者就是中国了。以前我们在节目中也说过，朝鲜啊，它因为搞核武器，所以被世界孤立。这样一来，中国反而成了受益者嘛。因为朝鲜被世界孤立，它不得不依赖中国，而朝鲜依赖中国，就成为了中国的一张牌，这一张可以用来对付美国的牌。
美国在其他方面，它并没有什么有求于中国的，唯一是在朝鲜核武器方面，它是有求于中国，这个成为美国的一个软肋的。在这样一来呀，就多少年啊，中国它都是用这个朝鲜牌跟美国来做交易，就是用来换取美国在其他方面的让步或者说好处吧。现在呢，如果朝鲜它完全放弃核武器，它销毁核武器。那么可以说，朝鲜核武器的问题就是彻底解决了，就不再存在了。这样一来呢，那么美国也就不存在对中国的任何是有求于中国的事情了。那么中国对付美国的这个朝鲜牌也就没有了嘛。虽然说中国这一张朝鲜牌也不是太好用，但毕竟啊，在这个中美贸易战的关键时刻，中国还是希望保持这一张朝鲜牌，希望金正恩让他继续来搞核武器，继续跟美国对抗。那么呢，就形成一个叫朝鲜和美国这个鹬蚌相争，中国的渔翁得利了。因此，在这么一种情况下，这个金正恩如果宣布放弃核武器、销毁核武器，朝鲜半岛无战事了，那么这件事啊，反而是北京不愿意看到的。在朝鲜和韩国发表这个板门店宣言之后，美国总统川普是非常高兴了，他就发表推文说，就是朝鲜战争即将结束，美国政府及伟大的美国人民应为此感到自豪。之后呢，川普又在推文中说啊，就特别要感谢习近平。川普就说了，请不要忘记我的好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美国提供的帮助，特别是在朝鲜边境。如果没有它，整个过程会更加耗时，更加困难。那么，川普为什么要如此高调的来称赞习近平呢？这里面的原因啊，大家当然是琢磨不透了。不过，我们按照过去的经验，川普啊，经常是先给习近平一个热情的称赞，之后呢，又狠狠打习近平一拳。所以说，大家对这个川普啊，对习近平的这个称赞呢，也不是太当真。说不定啊，这反而是川普出手前的一个预告。那么说到金正恩这个人啊，过去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叫做杀人不眨眼的杀人魔头，他用高射机枪就轰掉了自己的姑父张成哲，他又派人啊万里追杀自己的哥哥金正男，就在这个马来西亚的机场啊就毒死了金正男。这些一切啊都给人一个就是金正恩是一个冷血的杀人魔头的印象了。所以在人们的印象中啊，金正恩他要发射导弹，要爆炸核武器，大家都不会感到意外。现在大家最最意外的就是啊，谁也没想到金正恩他会来一个如此华丽的转身啊，他由一个杀人的魔头变成一个和平的使者。其实就在100天之前啊，都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分析家或者观察员啊，他能够预料到今天的金正恩居然会变成一个促成朝鲜半岛和平的和平使者。这样看来啊，今年金正恩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说不定都是有可能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金正恩这样一个如此华丽的转身呢？这个恐怕是大家最好奇的问题了。但是呢，这个也只有金正恩本人能给我们这个答案。好，今天先说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谢谢大家。